你在这干啥呢？这是？你在这干啥呢？啊？你在这干啥呢？拉不出来屎，赖毛楼。别跟他扯了，干啥呢？思考人生呢吧。哎呀妈，天冷的天还在这思考人生，你可真有才。天冷还冷静冷静的吗？赶紧进屋，太冷。进屋干啥呀？快做饭，走。就知道吃。快点，赶紧赶紧的。思考思考人生。快点的吧，进屋思考去，走。进屋，又买啥了？来吧，你给我做好吃的吧。今天不挣钱就知道花钱，天天就知道花钱。我老丈人给你多少钱呢？啊，咋的？老丈人不给钱还不让我吃饭了吧？那意思？我老丈人再不给钱，给你送去。送那顶多能换个小笨鸡，别的换不来，就连小鸡都没养。起锅烧水，把这骨头给它焯一下子，看。这留一段的肉全在这骨头上来的。汁儿，完了，下肉炸好的肉段，搅拌均匀。火，关火出锅。哎呦，这效果好，没治了。
秒杀一般饭店，加入西芹和豆干，放入少许盐，哇塞，这些香味一下就上来了啊！一勺盐，味精，辣椒油，香油，放入老陈醋，哎，味儿老好了。好久没拌这大凉菜了，好像。嗯。哎呦喂，今儿这菜太硬了，自己酱的大骨头，媳妇儿的最爱溜肉段儿，这是我的下酒一绝，西芹炒香干儿，家常大凉菜。今天喝点皮加白开整。来来来，昨个那么热，今儿个又气温下降，明天比今儿还冷呢。啊，来吧，开整，整一口，干杯。哎，百香果啊，嗯，都是百香果呢，咋样？好喝不？就肉段吧，哎呀。来，这香干好吃，我爱吃豆腐，各种干豆腐、大豆腐。这香干不还能炒什么蒜苗煮的都可以吗？对，都可以。大拉皮。倒上点儿，好吃。嗯，这肉段越做越好，真行。就是这块肉好，是排骨架买的吗？嗯。干杯。真有多少？明儿那小粉皮拌拌凉菜，行。那哪是小粉皮？对，就是圆粉皮，你用那个拌点拌点凉菜。嗯。我那天看那谁拌，我就感觉挺好吃。没问题呀。来块骨头呗，都是好的。哎呀，吃肉是真长肉啊！我跟你说。没那事儿。最好的是这是瘦的，一点肥都没有。嗯，整挺香啊。你得会把那个骨头上面那个大肉都做肉段了。嗯，肉段也好吃。嗯，它也好吃。你要是不拿一下，这个顶上肉就太多了。嗯，这老香了。它这个和咱们在早市买的不一样，在哪儿？早市得自个儿喂料，你这个不是直接五香味的吗？早市是没有味儿。嗯，这是五香熏的，炒点韭菜也好。但是韭菜没这口感，还贼拉塞牙。西芹的清香味儿，清香味儿，口感好。反正它得配点绿叶菜，要不它本身它就自带咸味儿。
这啃一块啊，啃呗。我的天，自己呼的是真好，这骨头呼的没治了。行了，那啃的挺干净的了，这家伙啃的就这骨头，就这肉质，这边的好吃。相当于大排骨，这都软烂脱骨。你瞅不瞅，就是骨头渣多，这玩意儿这是我的最爱，这凉菜，这自己在家吃，为了给大伙展示啊。我拌凉菜有个特点，干豆腐多啊，没啥大事儿。因为今天有大拉皮儿，干豆腐多也多点，你是真能吃凉菜呀，就是一盘凉菜你要是搂的话，光吃凉菜你几口就搂没。太爽了，赶紧吃凉菜，再不吃梦游了啊。没事，你吃吧，一会儿两个凉皮就够。嗯，来，干杯。来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明天见了啊，干了。哎呀，实在干不出去。